小朋友，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他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永远的帮助。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哈利路亚。生命中每一步的脚印，全都是你上的彩虹，是你印记，你应许不改变。生命中每一次的经历，全都是你的手在牵引，领受的祝福数算不清，你应许不改变。你是耶和华我神，我爱你，受你的诫命。
纪念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纪念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小声的声音 ，use our sweet sweet voice， 我们来唱给我们的天父爸爸这一首歌，让他的心都甜甜的，好不好？笑脸抱住我，彩虹彩虹，万万彩虹告诉我，你永远保护我，以爱环绕我。彩虹彩虹彩虹，万万彩虹告诉我，天父爸爸就是爱，你用笑脸抱祝我彩虹彩虹，万万彩虹告诉我，你永远保护我，以爱环绕我，你永远保护我，以爱环绕我，你永远保护我，以爱环绕我。主，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有像你这么好的天父爸爸。主，我们要在这里跟你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Goodness draws me to yourself.
to be like you. Your favor is my delight. Every day I'll awaken my praise and pour out a song from my heart. You are good. You are to repentance. Your goodness draws me to your side. Your mercy calls me to be like you. Because
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以致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抓住你。主，我们知道你不叫我们失望，主，你不撇弃我们，主，你不丢下我们，主，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是你引领我们，是你牵引着我们，是你吸引我们，主，因为你是真实的。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爱，主啊，是永远长存的。主啊，我们感恩，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永远都不改变，是我们信实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里的所有的人在敬拜你的都全然交托在神你的圣手中。主啊，无论我们面对到怎么样的光景，主啊，我们都紧紧抓住你。主啊，因为你必叫我们看见光明，你必叫我们遇见出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我们一起说阿们。谢谢耶稣。小朋友们，又是我们喜乐来奉献的时刻了，你预备好你手中的奉献了吗？如果你预备好了，让我们一起，我们就以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把你的奉献拿在手中，或者 举起来，我们一起，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赐给我们有能力，赐给我们有经济，我们从父母而来的，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奉献给你，因为我们是带着我们喜乐，带着我们的感恩要向你献上的。主啊，我们愿意，也求你来悦纳我们手中的奉献。主啊，你说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愿意我们的心在你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蒙你的祝福。谢谢你，你看顾我们手中的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也祝福这些奉献在你的国度里面大大的发旺，大大的祝福万民。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将这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小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奉献放进你自己预备好的那个奉献箱哦。小朋友，是我们的游戏时间。Hello， 我是 Fifty 姐。我们身边有两位美女，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伊娃姐姐，还有我们的 Winnie 姐姐。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玩画画。OK， 好，我们这里你们要预备的就是纸，还有一些的 marker pen。OK， 好，我们来看游戏怎么玩哦。首先呢，我们的伊娃姐姐和 Winnie 姐姐呢会互相背对着我，然后呢，他们呢会把纸放在他们后面，我要画一些图案在他们的后面，他们也要把这个图案 feel 了是什么的图案，再把它画出来，然后看两个人谁最接近。OK， 好，我们开始喽。完了哦，我们可以来，两位姐姐可以来展现你们的画，看谁的比较像。哎呀，哦，差不多哎，好，真正的是这样的。好 ，OK， 好，我觉得是与你姐姐的比较像，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屋子。OK， 好，我们来玩 second round。姐姐画得怎么样？好，来，请展示你们的图案。真正的图案是一个人。OK， 好，今天呢，我们的获胜者是我们的 Winnie 姐姐，掌声鼓励。小朋友，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 GA Star Kid 新新闻。我是 Joyce 姐姐，欢迎你们。让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报道。如果你是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 GA Star Kid 崇拜的新朋友，在此我们要热烈的欢迎你 ，GA Star Kid 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新朋友扫描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并填写你个人的资料，我们会联络你们哦。小朋友们，又是我们最兴奋一年一度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我们的 Gift Shop。 四到六岁的小朋友的 Gift Shop 是在11月27号早上9点30分到下午12点30分，是以网上的方式进行。7到12岁的小朋友，你们的 Gifts of Day 是在几时呢？在此跟你们卖个关子，如果你想要知道日期，请锁定我们 GA Star Kid 新新闻哦，我们将会告诉你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小朋友们的回应信息。今天的新闻报道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Shalom。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又轮到我 Pastor Esra 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故事。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在圣经第五章第一节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接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人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形容这个乃曼元帅有三个特别的词，就是大。第一，他讲他是什么为尊为大。什么是为尊为大呢？就是伟大又受人尊敬。圣经告诉我们，乃曼是亚兰国中的元帅，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呢，他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又有能力，所以呢，乃曼可说是位高权重成就非凡家财万贯的人。第二呢，圣经说他是什么？他是大人的勇士。圣经提到他怎么样？他曾打过胜仗，有实力，不是虚有其表的，因为神曾接他，原来呢有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可是呢他却不认识神。然后最后一句呢，他说到只是长了大麻风，哎呀好惨啊，就是这个大呢使他前面的两个大呢全部失去了威风。这个小小的一个字呢，只是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乃曼所有的威风呢就是败在这一个只是里面。这只是就是讲的话，讲出他的心中的无助无奈和叹息。一个伟大又受人尊敬的，又是一个大人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所有的名啊地位权柄啊都没有了，所有的风光呢就是败在这一个只是长了大麻风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就业时代里面呢，长大麻风是一个什么样非常可怕的疾病。这个长大麻风呢会传染，也没有办法医治，而且会死亡。而且犯了大麻风的人呢都会怎么样啊？被隔离住在营外里面，不能跟人同住在一起，也不能进圣殿。就好像最近我们世界上流行的一个病叫新冠病毒。这个新冠病毒为什么很可怕？第一，它会传染；第二，它没有的医治会死。所以呢，
长麻风病，那就跟这个差不多一样了。在摩西的律法中呢，长大麻风呢是属于什么？不洁净哦，人们都要避开它。而且呢，长大麻风又是一个什么罪污的名词，就是犯了罪的人就会长大麻风哦。所以长大麻风最可怕的的一个病菌呢，而且呢，当人染了这一个的大麻风的时候呢，它会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得病的人呢，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潜伏期非常的长，可能一年两年，可能是十年，然后才慢慢发展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而且呢，长大麻风的病呢，它并发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恐怖。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呢结了一层层的红色的膜，然后呢，它伤害我们的神经，是你不感觉到痛的。以前我听过一个的故事，说在印度的麻风病院里面的每一个麻风病人哦，他们身边都养一只猫，为什么？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老鼠呢会来咬他们的身体，他们不知道哦，他们已经没有痛的感觉，而且呢，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手指会脱掉了，鼻子会脱掉了，哇，都是非常的恐怖哦。你想想看，小朋友，这一个乃曼，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却染有这个的疾病。就算他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有很大的权柄，有很大的大人，都没有用了，因为他长了大麻风。在第五章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啊，圣经在这段里特别提到一个小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她没有名，没有姓，哦，她属于哪一个支派，圣经也没有讲到，圣经只说到她是什么，她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女子，她是被亚兰人掳来做奴婢的，成了乃曼妻子的使女，所以呢，她的身份极其卑微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女子呢，她居然怎么样，可以和她的祖母一起谈天，她可以知道主人的秘密，可见这个小女子呢，她凭的表现呢，一定会常得到主人的称许或者主人的信任。第三节她讲到，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撒玛利亚的先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在圣经里呢，这个小女孩子呢，就只是讲了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却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效法她，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原来这个小女子呢，她也有三大的。第一，我们看她有什么大呢？她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麻风病。”哦，当她知道她主人得了麻风病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没有怨恨哦，他没有苦读，因为呢，他是被掳过来的哦，他被这一个亚兰人掳了，离开了家里，来到这里做苦做使女了。基本上呢，很多人呢都会怎么样啊？都很有苦读，但这个小女子呢，她并没有很高兴，或者幸灾乐祸，或者说活该啊！你抓我来，你得了大麻风病。老天有眼啊，巴不得你早点去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呢，她并没有这样说，她也没有这样做，她跑去跟她的主人说呢，她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她非常爱她的主人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她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爱人的心，所以呢，我们看到她爱心是特别大的。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呢，她的信心也非常的大哦。小女子呢，不觉得自己人为言轻哦，不像其他人看见有什么事情，选择怎么不要出声哦，少出声就好，而是她怎么样啊，抓住这个机会，跑去跟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病。哎，你看她讲什么？必能哦。而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哦，你来见我们的先知，或者说不定可能哦，而他是什么？100%的说，
没有为自己留地步、哦、说神一病定治好他的病。你想想看、啊、如果他这样讲，万一他的主人治不好病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不会找他算账啊？会不会骂他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呢，她信心非常大，她跟主人说必能得医治、哦、所以呢我们看这一个小女子，但是呢她有很大的信心和 很大的爱心、哦、去跟她的主人说。你想想看，这一个的主人哦，他是一个元帅了，他在国家里面他是有非常大的权力，即使他有了病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啊，他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帮他医治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女子，他不怕失败哦，他胆敢的对他主人说。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敢去传福音给人家呢，我们是怕什么？哇，我们看到这个人，哇，他很有钱哦，哇，他是大豆哦，我不敢跟他讲。哦，这个人是很有学问的，哇，我不可能讲。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哦，看到这个是大人哦，哦，我们也不敢跟他讲。其实不是哦，原来呢，我们神给我们呢是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有信心去跟每一个人的传福音。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是乃曼进去告诉他只能说，你是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的小女子呢，她不单只爱心大、信心大，她的勇气也非常大哦。她敢对祖母说，就是她不怕自己的身份，她也没有惧怕哦。虽然她是怎么样，她是掳回来的啊、来到这里呢，做人家的嘎嘎哦，做人家的婢女呢，但是她却怎么样啊？她却不害怕，她却不自卑哦，她很勇敢的。像他的祖母，就是像他老板娘，见证撒玛利亚人的先知哦。你想想看了、哦，如果他将跟他祖母讲的时候，他的祖母会不会骂他？你这个小丫头懂什么？你知道我们主人有多少谋士，多少人帮他做事吗？要你多嘴啊，闭嘴，做你的事啊！可能祖母会这样讲哦，哦，或者乃曼知道了。事情会更严重，老板可能对他说，你要我去找你先知，你知道我们亚兰国没有先知吗？啊，你们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难道你要背弃我的身体投靠你耶和华吗？啊，你要想来害我，然后可能就怎么样啊，人来把他拿出去砍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子她却怎么样啊？她却不怕这些，她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哦。所以给我们看到有时特别是我们小朋友，我们觉得我们是小朋友啦、哦、我们讲的话没有能力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呢，她可就是一个身份很卑微的人，但是她面对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她却不害怕，她却勇敢的去跟他们传福音哦。好，最后呢，就是因为神借着这个小女子呢，她勇敢的去告诉乃曼，鼓励了乃曼去以色列，所以当神医治了乃曼元帅之后呢，哦，乃曼就认识了神。他说了一句话：“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哦，乃曼当时是亚兰王的一个的元帅，他在主人面前是什么？为尊为大，可想而知他在亚兰国的身份是多少，何等的高贵哦，影响力是何等的大。就是因为借着这件事哦，乃曼他认识了这个位真神哦。圣经里面呢也没有记载说这个小女子之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乃曼得了医治之后，他回来会怎么样的向这个小女子感恩呢？他会怎么样的恩待这一个小女子呢？所以给我们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哦。当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敬畏神、相信神的人哦，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都可以为主做光、做盐哦。我们呢去到哪里呢？我们相信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到哪里呢？我们也可以为主传福音哦。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的时候呢，哦，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女子一样，大胆的告诉她：“安哥，耶稣可以帮助你，只要你相信耶稣，
耶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呢，他们也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敢去，但是我们小朋友呢，这个时候正是后，正是神用我们的时候啊。因为每一个大人呢，对我们小朋友觉得童言无忌，只要我们敢地跟他们讲了，我们相信神必能为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勇敢，我们就去勇敢的传福音。我们相信神必能够帮助他们。我们相信呢，只要圣灵动工了，他们必能够得到医治哦。各位小朋友，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像这个小朋友您这样，我们不要害怕，神是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可能讲啊，这个在圣经以前很久的故事。最近呢，世界上有一个最大教会的牧师，他刚刚离世，他叫赵荣基牧师。赵荣基牧师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他患有了肺病，在医院里呢，医生跟他讲，年轻人18年后你就是好汉一条，意思说他的病没有得医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女子来到他的床前跟他传福音，他非常的生气，把他赶走了。但是呢，这个小女子呢继续来在他的床前跪着为他祷告，就是这个动作感动了这个年轻的赵荣基。他说，好，在我临死前的时候，我成全你的愿望，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的病得医治，他就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所以各位小朋友，今天呢，神一样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因为我们是小朋友，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小朋友传的福音讲的话呢，大人更加容易相信。所以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勇敢的向别人做见证，使我们的神得荣耀，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求神呢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女子这样勇敢的向人来传福音，让我们心里面没有惧怕，没有恐惧。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今天把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都交在神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小女子一样，我们要有勇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爱心，我们可以向任何的人传福音，让他们相信耶稣，你就是那位最伟大的神。耶稣，谢谢你，这个时候呢，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任何时刻里面都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里面都能够向人做见证。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使用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让我们呢就像这小女子一样。谢谢你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我们刚刚听了 Pastor 新才他所分享的小女子与大元帅。小朋友，如果说今天神告诉你说你要去向某一个很有 high position 的人，很有钱的人，可是他里面他有一个的需要，神说，孩子，我要你去为他祷告。小朋友，你们敢去吗？你看这个小女子，当她知道乃曼她有这个病的时候，她不怕的，她就直接去罢了。所以小朋友，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不敢耶，老师，我很怕耶，我很害羞耶，你去啦，你去啦，叫爸爸妈妈去啦，我不要，我不会讲话。那小朋友，今天老师在这里呢，我要鼓励你们，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一个人，包括小朋友。你看圣经这里呢讲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小女子，名字都不在里面的，可是呢她可以为神来做见证。那小朋友，其实安迪学人也是一样，你叫我去传福音，我也是很害怕的，我每次都说，哎呦，不要啦，叫那些很厉害传福音的向他们去啦。可是呢，后来我自己我要突破，
我要突破我对人的那个的惧怕。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呢，教会我们在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的季节？我们是要开始走向一个的 colorful life、啊、所以呢，如果一直有这个 fear， 我们很难 live out the colorful life。 如果小朋友今天老师要 challenge 你，勇敢的去向人传福音，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有身体上的需要，他们可能告诉你说，透过爸爸妈妈的分享说，是在公司上他们面对怎么样，可能公司的生意最近不好，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小朋友，你可不可以主动的开口说 Daddy Mommy let me pray for you。或者是你知道你哪一个的亲戚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那孩子们我们其实也可以做那个主动的人，我们就说 Daddy Mommy can we please pray for our uncle and auntie。 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啊、很有能力的。那老师在这里要鼓励你们，如果你们当中谁是对传福音跟对，特别是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你有很多的惧怕的，你不敢的，老师要在这个时候邀请你们站起来。或者是你说老师我很想，我不怕的，我很想的，那老师在这个时候就请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站起来了，因为神要使用你们，那老师要在这里面为你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看到在荧幕面前每一个站起来的孩子，虽然我看不到，可是神你看到他们，主啊，他们这个的信心的回应，这个的行动，主啊，他们在告诉你说神啊，他们愿意为神你的国度，他们勇敢的去传福音，他们勇敢的去做见证，主啊，他们勇敢的去对大人来讲话。神啊，你给他们里面有勇敢，神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虽然是他们觉得我年纪很小，可是神他们里面是有神你的灵在带领的。主耶稣祝福我们在线上每一个站起来回应你的孩子们，神啊，求你的灵大而又大的加添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也祝福那些还是很害怕的不敢站起来的，神啊，也求你继续的鼓励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真的是能够走在神你的心意的里面。因为我们的 GA 教会是一个的祷告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的教会。主，我们的孩子也要一样，他们能够这样子的起来紧紧的跟随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个的小朋友，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的。来，小朋友，我们一起说阿们。Hello，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来做乃曼得医治的手工。首先要预备的材料有两个鸡蛋、两根吸管、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大小必须能够装载两个鸡蛋一起的。这个容器也打上了两个洞，这个洞你们可以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哦。然后双面胶 cellophane tape， 另外一个容器，颜色笔，一些的 marker pens， 还有纸张，我们马上开始咯。首先我们先把这一张纸粘在这个容器上，就是打好洞了的这个容器。这剩下的纸我们把它剪掉，用 cellophane tape 把纸张固定起来。好啦，在这个容器上我们会画上水的纹条，这是代表乃曼沐浴的地方，就是约旦河。
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另外一个容器，因为我们要开始弄破我们的鸡蛋。我们可以用叉子在鸡蛋的尖头的部分刺破一个洞，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鸡蛋里面的液体把它倒出我们的容器里，就像这样。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鸡蛋液倒出来啦。好啦，现在就到我们的第二个鸡蛋。这个鸡蛋液呢，我们可以拿去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做好吃的哦。鸡蛋壳呢，我们就用清水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就用纸巾把它擦干。其中一个鸡蛋我们要拿来画奶曼长大麻风的样子。OK， 然后第二个鸡蛋壳我们要画上奶曼得医治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吸管，然后我们就用 cellophane tape 把鸡蛋壳和吸管固定起来，就像这样。摇一摇，粘得稳固就可以了。OK， 现在我们就把吸管穿过这个容器的洞。我们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讲故事咯。奶曼它长了大麻风。奶曼接受了他女仆人的劝告，真正谦卑下来，照着先知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了七次。乃曼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会发生什么事呢？乃曼沐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哇，奶曼全然的得医治了，他的脸滑滑嫩嫩的，神是真的，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小朋友，在我们的崇拜结束之前呢，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的，老师要你们做。第一样事情就是你们要 subscribe 我们的 GA61 TV channel。第二事情，你们要开启小铃铛。第三样事情就是你们要 like 加买 share， 好吗？好，神祝福你们，拜拜。